从小不爱念书，曾经是一个让父母头痛的放牛班小孩，但是在艺术的天地里，杨北辰证明了自己的才能，成为当代写实木雕艺术家。在他巧夺天工的塑造下，把木头注入生命，雕塑出充满温度的作品。杨北辰念旧成痴，他将曾经拥有刻画成天长地久，不论是皮鞋、浴袍、毛巾，或甚至是一直纸袋，运用木材质拟真手法的实物比例制作，记住了瞬间，用木雕留下岁月的记忆，不但名人指定珍藏，作品写实怀旧中更有一份感动人心的力量。这就是杨北辰记录生命的方式，雕刻。我从小是一个对细节，就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对细节是很要求的一个小孩子。那我记得我在念小学的时候，印象中在我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遇到一个很严厉的老师。那个老师他每次在黑板上啊抄一些课程的内容，那接着要我们去照着抄啊，有时候或者是抄联络簿，反正不管是抄课文还是抄联络簿，我就是一个动作很慢的，因为我把每一个字都要求要写得很工整很漂亮。所以老师每次在问说谁还没有抄完，我一定是举手的那一个。那后来老师就经常为这个事情打我的手心，因为他说我一定是不专心啊，所以才会动作这么慢。之后到了五六年级就比较好，因为我遇到另外一个老师，他懂得欣赏我在美术方面的才华，他就比较没有给我这么大的一个压力。否则其实那时候三四年级对我来讲，那是一段很不愉快的一个童年经验。那么在我们那个年代是有所谓的放牛班的，所以到了国中二年级时候就要做一个升学班跟放牛班的这样一个分班，我理所当然就被分到了放牛班。因为我数学不好，物理化学也不好，因此整个总体平均下来，即使是我的文科还不错，可是我就只能有到放牛班去。那在那个升学主义挂帅的那个年代，美术课是不被重视的，美术课、音乐课常常都会被借课。那当然我们放牛班的美术课、音乐课是不至于被借课，可是我们的美术课、音乐课常常都是学生集体出去打群架的时候，所以我空有一身美术的才华，我也不太有机会在课堂上被重视，或者是找到一种自我存在在这个学习环境里的一种价值。那我在从国小一路到国中，那国中三年是我最不开心的时候，我等于是在整个升学体制下里面，我算是一个非常不适应的孩子。后来在国三的时候，混到已经快要毕业了，结果学校调来一个年轻貌美的美术老师，我还记得那个老师姓尤，啊，那这个美术老师来上我们的课，我们班就突然变得很安静，不然通常音乐课、美术课都是我们班调皮捣蛋的时候，就来了这个美术老师尤老师呢，他因为长得漂亮嘛，又年轻嘛，我们这些小男生就舍不得欺负他，就很听他的话。那不但听他的话，我还很努力的去把我的才华表现出来，为了想要讨好他。那当然很快我也就成功的获得这个尤老师的注意。那这个尤老师他说哎，你要不要考虑将来去念一所那个美术很强的学校，叫做复兴美工哦。那你愿意的话呢，我可以帮你在放学留下来免费的帮你补习，那你到美术教室来，我教你画画，那将来你如果可以通过复兴美工的术科考试，你就可以去念那所学校。而且那所学校呢，他不太在意你的学科的功课好不好，他重点是希望你们有画画的才能。那我想太好了，这就是我想要念的学校，我就放学就留下来补习。这个尤老师他真的没有收我们任何的学费，
放学他就留下来教我们画，我记得我画了两张很基本的石膏像素描，然后练了一点水彩，后来我就顺利的考上了复兴美工，我的人生就是真正的走上了美术的这条道路。我自己回想起来，当年我在念复兴美工的时候是承受非常大的压力的，有时候为了要赶作业真的是几天几夜没有睡觉，但是那三年对我现在最大的影响是他把我对于一个技巧，尤其是手部训练的这件事情，他把一个技巧，人去掌握一个技巧的这个潜能，他把你开发到了一个极致。我们在念美工科的那个年代是电脑它是不发达的，所以一切的美工的设计都是要用手做。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训练用鸭嘴笔去画线条，我们必须在，因为鸭嘴笔，所谓的鸭嘴笔它是那个两个小钢片去沾那个墨水，所以墨水是很容易渗出来的，我们必须要用这种鸭嘴笔用鸭嘴笔它沾这个小，用这个小钢片去沾墨水，必须在一公里的线条里面去画五条线，那我们必须要画出15×15公分的格子，这个作业我们常常画到最后，然后有一点点墨水渗出来，或者是甚至是作业的背面有一点点脏，老师都会把我们作品撕掉重做，我们就又得一个礼拜不睡觉。我们那个年代是这样子被抄出来的，因此对于一个喜欢做精细的东西，喜欢做精准的东西的一个艺术创作者来讲，我当年有在复兴美工就读这三年，其实对我现在的创作帮助是很大，等于是说只要我的脑筋里面想到要做什么东西，大概我的手基本上都可以执行得出来，因为我们在从16岁到18岁这三年的时间，我们受得很完整，而且是非常非常严格到现在，可能现在大家讲起来大家都觉得不太能想象，不可思议的一种高度的严格的一种技术训练。这些皮包、皮鞋、皮手套都充满岁月的痕迹，多数主人也许会把用过的旧皮件扔了，但是木雕艺术家杨北辰却为他雕刻技艺，用非常拟真写实的手法，以木材刻画出皮件、纸箱的纹理与感情，让人感受到使用过的温度，即使没有看到主人，也可以透过这些物件联想。喜欢慢工出细活的他，很享受这种缓慢创作的过程，可以边雕刻边享受木头的气味，而且木头曾经拥有过生命，是一种具有温度的大自然遗迹。拟真写实需要锐利细腻的观察和技术，皱褶车缝线要有木刻表现，这些困难度只有做过的人才知道。我一开始进入北艺大的时候呢，我也没有为我自己设定一个创作目标，就是一定要做精细的或者是要做写实的，可是呢我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做一些很精细的很写实的，那这种很相对来讲它一定会很花时间的这种工作的时候，我的心情会很平静，我会很快乐，我会觉得花一个很长的时间在做一个在别人眼里是很复杂、很耗时间、很花心力的这件事情，我却做起来很快乐，我可以享受那种过程，因为我喜欢这种很漫长的创作方式，我也很享受这种很花时间的、需要很大的耐性、需要很多的投入的这种创作方式，因此很自然而然，我当时的作品就会比我同年龄的同学来讲，他有更高的完成度，他也会看起来更细致、更完整。那之后就很自然而然，最后就会走到了写实创作的这条路上。我自己在这北艺大再加上复兴美工三年再加上北艺大的大一跟大二这5年下来的学习经验，我发现
任何一种绘画的形式，它都就是作者的手跟作品之间，它都必须要隔着一个工具，那个工具可能就是一支画笔，不管是国画的画笔还是油画、西画的画笔，它就是要隔着一个工具，手跟作品之间它是有个距离的。可是雕塑是例外的，就是雕塑是你的手可以直接那个接触作品，你去捏泥巴也好，你去捏石膏也好，或者是你今天去打木头还是打石头，手都是直接接触这个材质，那个触觉的经验会增加很多，那个感觉很棒。所以后来在三年级的时候，我就选择了雕塑组。那雕塑组里面它又分很多不同的材料的专攻，我就选择了木材质。木材质是因为它让我有一种味觉的享受。我发现所有的材料只有在做木材质的时候，它有一种香气啊，而且不同的木材它有不同的香气，那个香气对我来讲，是很吸引我的。雕刻家永远都在用触觉与作品对话。一个画家在创作时，手很少接触到画布，但雕刻家则必须用双手驾驭多种不同的工具，在创作时不断用触觉与作品沟通，才能完成一件作品。对艺术家杨北辰来说，记忆深度和速度往往是互成反比的。记忆形成的过程越缓慢，记忆的轮廓就越清晰，因此雕刻时的缓慢与清晰的作品细节则成为他主要的艺术创作内容。其实雕刻它雕塑或者是雕刻它都是一个触觉的艺术，它在被完成的过程当中，艺术家必须要投入大量的碰触、去感受这个东西的造型，去感受它的一个空间的那种存在感。但是作品做完以后，它该不该被观众碰触呢？站在我的角度，我认为是应该的，因为透过碰触你才能够去感受到，就是一个观者他也去碰触作品，他才能够感受到创作者当时一样的触觉的经验，这是我的认为。可是它不太能够被实现，因为你想象一个艺术品，尤其是我完成的作品，它是这么的脆弱。如果我摆在画廊里，摆在一个美术馆里的这样子的公共展示空间，每个人都来触碰，可是每个人的触碰，他可能，也许小朋友他只是调皮捣蛋，那也许今天一个人他的手力比较大，他的触碰就是用很大的力道去触碰它，说不定作品就坏掉了。因此到现在变成是说，这一直是我觉得的一个遗憾。那我的作品其实我很希望别人可以透过触摸我的作品去感受我当初我在创作的时候那种同样的感动，可是这个部分它一直很难被落实。我曾经第一次2004年我在木雕博物馆展出我的作品的时候，博物馆就问我说要不要把我的作品加装一个亚克力罩，我说不要，我说加了一个亚克力罩，别人在看我作品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距离感，我希望不要加。后来就发现了每一个博物馆，他就发现每一个观众他都忍不住要去触碰它，但他触碰的目的他并不是一种经验的转换，他触碰的目的他只是想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木雕做的，所以大家变成是去拍打这个作品，甚至于后来博物馆他就把作品当中把作品的四周它就围了一个红龙，那这个红龙呢，大家还是透过那个红龙要去摸它，博物馆就只要把那个红龙的距离越拉越大，越拉越大，拉到人不可以触碰为止。但是刚好就有那么一次，我到现场去看那个展览，我想看一下观众看我作品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就在我面前发生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有观众拿着雨伞，因为距离太远了，他碰不到那个作品，就有观众拿着雨伞要去戳我的作品，他想要确认这作品是真的还是假的。这种想要了解真实性的这种渴望，我觉得它是一种人性。当然某种程度它也代表了我做的东西够逼真，可是其实确实它造成了作品在保存上一个很大很大的危险性。因此从那一次之后呢，我就接受了一个现实，就是说目前我们的观众的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我真正把所有的防护都把它拿下来，让观众甚至于让观众去触碰作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现在的展出都还是会有一个亚克力罩把作品罩住，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遗憾的地方。我希望有一天他可以不需要这样做。那后面这里有在中间的部分呢，有一个浴袍，还有一件 看起来是吊挂着的毛巾。这是我在其实是在学生时期完成的作品，就是在我毕业的那一年他完成的作品。那当时这个浴袍他在高雄的浮华沙龙展出，展览结束的时候我过去收回我的作品撤展，那画廊的一个工作同事就跟我说，他说杨同学，你的作品很有意思，因为呢我们画廊里有一个清洁打扫的阿姨，她每天来打扫清洁，但是她从来不去关心我们画廊展出的是什么样的艺术品。但是你这件艺术品呢，在有一天她来打扫的时候，她看到了这件作品，她很显然她感到兴趣，因为她趁着大家在不太注意的时候，他偷偷的去摸了一下这件作品。我当时听的这个听他讲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高兴，因为对我来讲那是一个一个讯息，它代表着我的作品它不只是会打动一些所谓真正关心艺术或者是懂艺术的一些社会精英，它也意味着其实如果一个作品它够感人的话，它其实同样也可以打动一些平民老百姓啊，一些基层的社会群众，激发起他对艺术品的一些关心。一件触感柔软的浴袍，让人忍不住要穿上它。杨北辰把衣服上的皱褶呈现得十分逼真，栩栩如生的模样，很难让人相信它是一件木雕作品。精湛的刀法让人赞叹。这件2007年完成的浴袍于2009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时以22万人民币成交。那这个物件也很有趣，这个物件是我跟我太太结婚时候的喜帖，原物件在这里，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好，这个是木雕的，哎，那这个是原物件。其实去临就是大家看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很薄，像纸一样，它其实也是一块木头去雕刻而成的。好，就是说我们要把它雕得很薄就是的啦，需要一点技术上的挑战。这个我把这些物件呢做成木雕，其实也只是一个记录而已，记录我自己的生活，记录我自己的生命。那这两双小鞋子是我女儿的穿过的小鞋。像这个小红鞋是我女儿大概才三四个月的时候
他的一个小穿过的一个小红鞋。后来我发现小孩子哈、哦、长得很快，他的小鞋子一下就不能穿了。但是呢，这个小鞋子我们都舍不得丢，因为他太可爱了。会看到这个小鞋子，就想到是我们啊，想到他小时候成长的样子，嗯，所以这个小鞋子呢，我想说，别人的话都是帮自己的小孩子拍照，当然我也有帮我的小孩拍照了，但除了拍照以外，我总想做一点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就把他的这个小鞋子做成一个木雕的作品啊、哦。那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宝贵的记忆。杨北辰对于写实技法情有独钟。先是钻研油画，继而投入木雕，将两者结合，让木头突破材质与色彩上的限制，可以千变万化，仿造出无数的素材与物件。而这一切的功法完全没有机器代劳，全都是靠他的一己之力。他拿着雕刻刀和画笔，一点一滴的行塑完成，从故事中选出最具代表性的物件，仿造成木雕，因此他的作品虽看似平凡，背后往往充满关于人的回忆。他认为写实技法的一大优点就是没有门槛，因此不论是展场的布置工人、收藏家中的外籍帮佣，都会对他的作品表现出惊叹与好奇。这对于他的创作动机，透过物件来诉说人的故事，这也就是他选择做自己的方式。我是一个那个家教很严格的眷村子弟，那从小我们的言行举止啊，都受到了很强力的一个管束，因为父亲他就是希望我们是一个有教养的孩子。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的血液里面流着是一个做艺术创作的这种本身比较叛逆的性格。所以从小我也是比较让家里头痛的孩子啊。可是本质上，我还是希望，能够满足父母亲的期待，因此我都会有一种某种程度的压抑。我的内在很叛逆，但是我的外在呢，我又是符合父母亲的期待，尽可能的温良恭俭让。但西班牙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做自己的。所以当年考虑去西班牙，除了一方面它的物价消费水平比较低，是我出生于一个这样子的军工教家庭，我们家经济程度，经济条件也负担得起的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到西班牙去，我比较可以做我自己。我觉得我在台湾太压抑了，我想要到西班牙去做一个没有人太在意你，然后没有人太约束你的一个地方去学习。在北艺大我做的就已经都是我个人的东西，但是当时不晓得我干嘛要做这些东西，当时只是我喜欢做写实的，然后我就想说啊，我身边有什么用过的东西，我觉得看得蛮有感觉的，我就拿来做。可是当时并不算是形成了一个我的创作脉络。那这样的创作行为到了西班牙的时候，我还是持续的，我还是在做我自己身边的东西，只是做的技术更好了。因为我在国外，在西班牙，我有更多的机会去美术馆，然后有更多的机会去遇到优秀的艺术家。我看到他们的东西之后，当然我的整个创作能力会在提升，眼界也提升了。但是自己创作的脉络到底是什么？严格讲起来，在西班牙的时候，我都还是处于一个学习的状况。等到我从西班牙的学业结束了，回到台湾来，我开始在大学里教书。那这时候我身为一个老师，我必须要开始教同学怎么样去创作，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创作脉络。那同样的，我也会回头检视我自己，那我一路走来我的创作脉络是什么。我突然发现，回头一看，我所有这一路我做过的东西，通通都是我自己身边的物件。而且这些物件呢，因为都是我自己用过的，它有它的记忆在里面，它有它的痕迹在里面。
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好的创作脉络。木雕其实一直是一个工艺性的表现，它就是在做什么，要么就是做家具啦、神桌啦，要么就是做庙宇啊，要么就是做神像，大概是这一些，并没有所谓的一个艺术表现的木雕，这种东西不存在。那我们真正开始有这样子，台湾的历史里面出现一个所谓的木雕，木雕艺术的一个纯粹的纯艺术表现呢，其实是要讲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黄浦水，他是1895年出生，然后30几岁，大概36岁他就过世了。那他之所以被称为台湾木雕的第一人，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到日本去留学，他去念东京美术学校，就是现在的东京艺大，然后他学的真正所谓的现代雕刻。因为当年那个时候，日本刚刚把从法国把欧洲的所谓的现代美术引进到了日本，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又是属于一个日本的殖民时代嘛，所以他就到日本去留学，他是第一个真正我们讲台湾的做木雕创作的一个艺术家，他是第一个。但是他很不幸，英年早逝，30几岁就过世了，所以等于是1920几年他就过世了。他过世之后，台湾的木雕创作就陷入一个断层了，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创作性的木雕出现，又回复到以前都是在做工艺的。直到第二个人出现，第二个人是谁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朱明。朱明他成名是大概1970年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台湾的乡土文学啊，台湾的一种本土意识的发展，再加上台湾自己开始有自己的经济实力的，所以朱明他就出来了。艺术家黄浦水是台湾近代第一位不可多得的雕塑家，虽然他只有短短36年的生涯，却留下丰硕的艺术成就，成为台湾第一位不可多得的天才型雕塑家。研习西洋雕塑只有15年，却在雕塑艺术上达到非凡的成就，留下许多难得的杰作。黄浦水的图画手工成绩优异，毕业展的木雕作品更得到师长的赞赏。在1915年进入东京美术学校，接受西洋式的雕刻教育。他的雕刻风格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在自然主义的写实性中表达出自己的内涵与对乡土的关怀。朱明只有少学学历，年轻时他跟乡里的一位木雕师傅学艺，学习传统的木雕手艺，打磨、刻花、上色等等。他真正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是从拜入当时的著名雕刻家杨英峰门下学习开始。至今朱明仍记得恩师的教诲，重精神，重灵性。杨一峰建议朱明学习太极拳，由太极身法的练习至内在精神的领悟展开创作，于是有了著名的太极系列。如何通俗而不俗气，且不流于匠气？杨北辰说，工艺品只表现手工能力，不强调内容。他极度念旧，不论是用过的包、穿过的鞋、贴近我生活的东西，旧了、坏了，必须舍弃的，都成了刻画记忆的景象。毕竟，割舍是人生最难的功课，总是有感情。杨北辰慢慢咀嚼、内化。情感越深刻，过程越缓慢，一刀刀留住当下，画片刻为永恒。数个月到数年的漫长雕刻过程，是疗愈，也是享受。我都说雕刻最难的绝对不是技术，雕刻最难的其实是，当我的作品拥有一个这么好的技术的时候，而我的作品的最重要的价值却不是技术，我该怎么办？我要用什么东西去支撑，或者是去平衡，而不是
不至于让我的作品除了技术以外，它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所以我确实，我经常在思考，就是我的东西是一种人人都看得懂的东西，我的艺术品，我的艺术创作是一种人人都能够理解的。那所以，我才会把我自己的作品定位成就像是一个通俗的长篇小说嘛。可是，一个通俗的长篇小说，它要成为一个文学里面的经典，它就要有一个很深刻的、很丰富的内容去做支撑，否则它就是一个被别人过目就会过目即忘的一个很短暂的作品，它不会成为像《西游记》《金瓶梅》或者是《三国演义》这一类这种永远的经典，它不会。啊，它也更不会成为《红楼梦》这种脍炙人口的经典。所以我在想，如何让我的作品通俗而不流于俗气？它唯一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作为一个创作的人，我本身的心性，我本身的灵气，我本身的内涵，它不能浅薄。如果我本身浅薄了，我做的作品它肯定就是除了技术以外，它就没有其他的内容。所以我会有很多的时间在阅读，在生活，甚至于可能在别人眼里它是一种偷懒，但其实那个是创作的一部分。我认为生活真的是创作的一部分。我今天去哪里旅行，我用什么方式旅行，我今天用什么样的心情去喝了一杯咖啡，我今天用什么样的感动去读了一本书，这些东西都会带到我的作品里，它是相辅相成的，它是不可被抽离的。所以我其实并不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在雕刻上，我必须要把相当多的一部分的时间用来好好过生活，让我的人有厚度，让我的思想有厚度，让我的感觉有厚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必须讲啊，每个艺术家想法都不太一样，我讲的只能够代表我自己而已。确实有很多的艺术家他很排斥去接受委托，因为他认为说艺术创作应该是100%的出发自艺术家个人，那你接受别人委托的时候呢，他就不那么纯粹了，那个作品他的艺术性就会受到质疑。我不打算去否定这一派的讲法，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考量。那对我自己来讲，我认为像我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的状态，其实跟以前的你说达文西他的蒙娜丽莎是接受富商的委托，那或者是米开朗基罗他的创作是很多是接受教廷的委托。我认为一个艺术家，他如果本身是一个能力很好的艺术家，他做他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做别人委托的东西，其实只是创作的动机的不同，但是水准是不受影响。因为你是一个很高水准的艺术家的话，你创作出来的东西不管是自己做还是别人做，它就是好东西。啊，那如果你不是一个很优秀的艺术家，你就算你创作的东西都不是别人委托的，你都是自己做的，那也不等于它就比较好。更何况一个艺术家如果会接受别人的委托，通常都代表你的能力已经得到了别人的肯定，你的艺术，你对艺术的掌握力，或者是你对艺术的理解力，以及你在艺术的表现力，他都得到了别人的认可，你才会有获得委托的机会。因此我本身并不排斥，也不认为说今天一个艺术家接受委托跟他的艺术的纯粹度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并不认为这是冲突的事情啊。所以你刚举例很好，蒙娜丽莎它就是一个委托案的艺术品，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值得流传千古的一个经典的艺术品，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例子。
我的想法是倾向于，一个艺术家你应该敞开胸怀，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东西。那别人想要拜托你做什么东西，如果你觉得能做你就做，如果你觉得不能做你就把它推掉。我有时候也会接到一些很奇怪的委托，那我把它推掉的也有。我并不是说任何人委托我，只要捧着钱，然后说啊拜托你帮我做，然后我看着钱的份上我就会帮他做，其实不会的。我的委托案通常只有50%的几率我会接下来，大概会有50%的几率会被我退回去。为什么？因为他提供的物件不合适。好，就像以前有就会有一些企业家的太太，就是我们所谓俗称的贵妇，她可能拿了一个很高档的包包，那个包包是几十万的那种精品包，她希望我把它做成作品，可是我对那个包真的是没有感觉，我就说对不起，我不能做。那他们也会觉得奇怪，那奇怪，我这么漂亮的包包，你怎么会没感觉呢？你反而对那种看起来又便宜又旧又破的老包包有感觉。他们不太能理解，其实我也没办法跟他解释得很清楚，很多东西它是很直觉性的，没感觉就是没感觉，所以我也推掉了很多赚钱的机会。在每一件定制的作品背后，总能侃侃而谈他的故事，这就是他传达物件的情感与认知的价值。一郎老板曾说，他的作品太让人感动，而带动一种新思维，就是传家之宝的思维。杨北辰期望以新生代的雕塑家作品，引起艺术与收藏界对于雕塑作品的关注与讨论，绝不是金钱和权力驱动的时尚所能操控的。试着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假如今天我们是一个体育学院，我们是要训练运动选手，结果呢我们的教练通通都是一辈子在学校当老师的人，他本身没有任何成为体育选手的经验，虽然说这些教练本身可能是副教授甚至于是教授，他可能是博士，但是这些教练拥有博士头衔，拥有教授的职等，他却本身没有成为一个运动选手任何上场比赛的经验，你觉得这样子的教练他能够训练出国手来吗？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我从国外完成了学历，我拿到了博士候选人，我进入了大学里成为一个专任老师，既然我任教的是一个艺术科系，我们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艺术家，而我却发现我不是艺术家，我是一个艺术科系的老师，那我既然不是艺术家，我怎么去培养艺术家？我对自己产生一个很大的疑问，我质疑我自己是一个完全没有上场比赛经验的一个拥有博士头衔的教练，但是我现在要培养国手，培养一个真正要上场比赛的运动员，我没有任何的实战经验可以跟他们分享，所以我对我自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惑。2008年之后，我的身份就从一个专职的老师、业余的艺术家，转变成为一个专职的艺术家。那现在我是一个业余的老师，那这个最大的差别是在于一个经济条件的稳定性啊，但是这是外在的，就我自己个内在而言，
最大的差别是来自于一个你对于你自己本身状态不断的提升的那种渴望，就是一个简单来讲呢，一个职业艺术家，因为你的生活所需一切都必须要靠卖作品去获得，所以你的作品能不能够得到专业的认同，能不能得到收藏家的认同，它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只叫好不叫座，那如果不叫好，它是更不可能叫座的。所以一个专业艺术家的一个职业艺术家的作品，你必须要得要叫好又叫座，你不能曲高和寡的，就是只讲学术，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有一次我在艺博会上遇到一个企业家，他说他很喜欢我的作品，想要委托我做东西。我说可以啊，你先让我看一看。结果他后来他寄给我一个很廉价的一个塑胶皮的破包包。他说那是他在还是高中生的时候，他穿卡其服，然后用这个塑胶包包里面装的车票跟零钱，然后坐公车去上学。他说那是他学生时候用得起的最好的包包。他现在是一个有消费能力的艺术的企业家了，但是这个包包他舍不得丢，因为对他来讲那是他的回忆。我就觉得那个包让我很有感觉，所以后来我就很高兴的答应了这个委托案，就做成了作品。现在他也很满意那一件，我完成了这个作品。艺术家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灵魂在刻画作品。从杨北辰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物件的灵魂，因为一个人能够把熟悉的物品刻画出真实的境界，这已经超越了像。而艺术家也有想要慵懒的时候，但艺术家在面对自己的作品时，那是一点都不能松懈。杨北辰就是这样一个人。世家出山是杨北辰的新作，他说这件作品对于释迦佛尼的具体形象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当时普遍民间所认知的全新观点。它除了保留垂耳及肩的传统造像特征之外，基本上是透过写实性的雕塑语言，以汉民族中年男性的客观人体形象作为传达。